农历新年前夕，新春兔在台北市迷路了，他必须赶紧在魔法部找到带着春节红暗号的爱丽丝或艾利克，得到六道通关密语，才能开启返回魔法世界的大门。讨厌，又迷路了，通关密语到底在哪里呢？北美斯，这里会有通关密语吗？Hello， 你急着回去吗？嗯哼，我这里有你要找的东西哦。今年9月，我们有办理一场 GCTF 国际研习营，这是台湾跟美国、日本、澳洲、以色列及荷兰共同努力的成果。佩洛西议长访台全球瞩目，蔡总统在台北宾馆宴请他，还带他参观台北宾馆的美丽庭园哦。还有超过30位重量级美国国会议员来访，美国州长、学界访团也接连造访，联邦和地方层级的有我力道都非常强劲哦。来，这是你的通关密语，扬眉吐气。看你这么急，还是我带你到下一个地方去。快点，快点。Hello。你想知道佩洛西来台那个礼拜，台湾的网络世界发生了什么大事吗？什么事情啊？什么？流量检测出现异常状况，赶快追踪恶意连线的源头。全部都是来自境外 IP 的恶意连线，大量的恶意连线灌爆我们的网站。哇嘞！恶意连线次数最高达每一分钟17000多万次哎！我们必须尽快阻止恶意的境外网攻。我们的网站恢复正常运作喽！回想起来，真像电影剧情一样啊！真的耶！来，这是你的通关密语：兔飞猛进。看来找到亚非斯的爱丽丝了。嗨，别急，让我来帮你吧。今年我们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国王亲自率团访问台湾，除了进一步强化台史两国的友好关系，也签订了联合声明，重申史瓦蒂尼在国际上对于台湾的坚定支持。今年爆发俄乌战争，在政府及民间共同努力下，台湾捐助善款及物资，协助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民。魔法部五楼的会客室就曾经举办捐赠仪式呢。原来台湾 can help， 台湾 is helping， 给你通关密语哦，兔来运转。哇，好香的味道啊！哎，嗨，我正在喝下午茶等你，你也喝杯茶喘口气，顺便听我们说说欧洲友人带来的感动吧。今年我们接待了欧盟及来自欧洲10个国家超过20个访团，单单立陶宛就来了4个访团。而且立陶宛今年还在台湾成立了代表处哦。我们还和捷克签署了6项合作备忘录，地点就在这里，魔法部的大礼堂。欧洲议会及各国国会总计通过25项由我决议案。怎么样，这个茶很香吧？我们欧洲司的通关密语是红兔大展。这里是哪里呢？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嗨，赶紧告诉你，疫情趋缓让 NGO 国际事务会的工作更丰富精彩哦。 NGO 国际事务会的国际青年大使交流计划遴选青年大使赴邦交国及友好国家访问，今年他们去了伯流，用新世代观点宣传台湾，展现台湾积极的国际角色。很眼熟吧，这里是你刚刚到过的台北宾馆。我们今年在这里举办了女力之夜活动，另外我们也线上举办了气候正义领袖论坛，为展现公司协力参与国际的成果，我们自2019年来举办 NGO 领袖论坛 Together Stronger， 在一起我们会更强大。原来民间团体也有助台湾大幅提升国际能见度。通关密语：玉兔迎春。哦，原来要在这里办护照呀。兔兔，你还好吗？ 我没事。春节期间大家都想出国玩，您也是来领务局办护照吗？对呀，但我是要赶回魔法世界了。出国前要记得检查护照效期是不是还有6个月以上，如果效期不足或是过期，记得先换新护照哦。现在还能先上网填表并上传数位照片，就可以不用再花钱洗纸本照片咯。出国还要注意安全，建议旅客购买海外旅游医疗保险，并事先下载领务局的 APP 或加入 LINE 好友，随时获得旅外安全及海外急难救助资讯。千万不要轻信海外高薪工作或免费旅游等广告而贸然出国。兔兔，这是你最后的通关密语：步月高升。6个通关密语都找到了，恭喜你！耶！快点互动大家！
兔年行大运，台湾加油！可以回家了，谢谢大家的帮忙。外交部祝大家新年快乐，平安健康。